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游夏。今天咱们来一款黑暗的小信封款式，因为我比较喜欢仙女系嘛，所以说一直很少更新黑色啊。然后令你们的要求啊，黑色来了。首先我用极致黑呢，先薄薄的打了一遍底，这个是极致黑，它要比普通的黑色饱和很多，它一遍就能达到饱和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涂了两遍啊，一遍涂好以后照灯，这个对灯的要求挺高的，48瓦灯，你最少。少照灯1分钟，不然它容易爆胶啊，因为它太饱和了。这个胶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吧啊，有喜欢的可以点进去看看，然后有活动。然后呢，咱们把小拇指、无名指、中指上了一个磨砂封层。之前说过，咱们这磨砂封层是特别细腻，然后磨砂质感特别强的那一种，不会出纹路。找不到的话问小店客服啊。然后中指的话用免洗这个小极白的彩绘胶画了小香风，先画竖再画横啊，特别的简单，沾上珍珠。然后后缘部分呢，我给它撒了一个黑色的这种毛呢粉啊，但是这个硬式封层要薄一点，不然的话它会非常的吃粉，显得就是没有那么有质感。然后大拇指也是，最后封层学会了吗？双击。